我从小在部落长大，然后我们都要遵守我们祖先的给我们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工作，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回家。比如说今天我演出结束，然后明天就要赶回山上拉拉山那个地方，然后看看我的爸爸妈妈，然后就写这首歌，就叫做哈嘎万，因为我来自复兴区哈嘎万部落青年，我叫马小安，谢谢。再来这首的米嫩姑的米嫩，因为我们泰雅族女生，如果最重要是你要你的成年礼，就是你要会织布的米嫩，然后会有情面，对，那然后我就以女性的出发点写这首歌。等米嫩姑等你嫩编织灵魂，等你嫩就是灵魂，等米嫩就是编织，所以叫做编织灵魂，然后写这一首歌。